说是可以推车，然后看不到小朋友。现在火车而已。嗯。然后其他是肉面啊、面啊、汤啊、饭那个也都不能跑。真的。那我这个也要拿掉。嗯。拿掉。拿掉什么？拿掉这些东西，那这边就不能吃饭了吧？我要去厕所了，要不要去厕所？